大家好，我是天一。我剪了刘海，自从剪了这个刘海之后，就感觉整个人脑子是去了好多根弦。所以就是用大齐娜娜的这个妆，一边使用一边给大家安利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刷子。第一个刷子呢就是这个啦，噔噔，这个刷子的名字是 Sleepy Pace Master Brush。Master Brush， 它的毛是很细软的那种，密度也很高，就看起来。反正我看到这种就欲罢不能啊。他们家是阿丽达姆那个牌子，就是爱茉莉旗下的。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主要看起来比较帅，整个店走进去都黑黑的。他们家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这个东西，应该是清洗了刷子之后用这个产品挂起来亮起来。看起来真的超高科技，好想要。就跟刷墙一样，脖子也顺便，然后呢可以用一个海绵或者什么的，再稍微把脸上的部分按压一下。这也没有刷痕，就是很初学者呢，他专门还有另外几款刷子，好像也不是很便宜啊。就是但是好用吗？主要是看起来帅。接下来呢是散粉，这个刷子呢因为它山包状，它的接触面积就可以从这里一直到达这里，眉眼部分稍微定一下妆，还有发际线，我的刘海成功变成了狗啃毛，现在真的超舒服。 Innisfree 的品牌的其他东西我不敢恭维啊，但是他们家的刷子，中岛美嘉这个版本大齐娜娜这个眉毛呢，就是好像他给剃了。我的话呢，我就不剃眉毛，我就把它弄淡就好了。和遮瑕笔蘸取遮瑕膏，然后轻轻的在眉毛上面扫过。我本来是蜡笔小新那种眉毛，就是体毛很多，然后长得到处都是，这里本来全部都是的，然后中间还连起来，现在被我都拔掉了。每天早上起来用这种方法让它稍微淡一些，然后把眉尾画出来，就是像这样子倒着画。我的天哪，我的眉毛我的眉毛为什么长这个样子？这个也是阿丽道姆的，是吧？对，轻轻把它弄均匀就可以了。我把它们又重新卸掉了，我要把眉毛粘上，以防再发生像眉毛不老实的这种问题，提前拿这边脸试了一下这个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继续吧。眉毛呢，也就是在眉尾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然后这个地方是有眉弓骨，然后连接鼻骨这个地方，这里描绘出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先说眉毛的刷子，先说修容的刷子，也就是这两把。日常妆里面常出现的是这一把嘛，艾丽小屋的，超好用。它的这个毛的密度梳洗程度真的是刚刚好，就是一开始我以为它的这种就一戳哇就倒了嘛，我以为刷子要好的话呢一定要是那种这种戳不进去然后哒哒 K 的那种感觉的，但实际上就是得要这个样子它才更好的可以把阴影虚化，它在这里的宽度就刚刚好。鼻头这里也是，就一直都很羡慕人家很好看的鼻子，我鼻头就是很像大蒜，所以为了让鼻子精致一些呢，主要是在这个地方让它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层次关系，就是把这里往前拽，然后把这两边鼻翼的部分呢往里面缩，按过去往后推，这样。然后就是这根啦，它是斜面的嘛，它接触一个面的时候，它的接触点是从这里开始嘛，它就不会像这样直接接触这里，再这样画的话，这里就会重一块，所以这样慢慢的有一个弧度，这样子接触，它就会更好的融到这个阴影的部分里面，蘸取稍微重一点点，我们从鼻头开始吧，现在就相当于是在画轮廓线一样。然后再把它们虚化过去，从这里到这里我都预计它是阴影，那它是阴影的话明暗交接线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这里有一个过渡嘛。从这里开始一直像这样子连接下来，然后它的山根处看起来比较的宽，所以也是这里稍微的往外画一画，就像这样，这个样子就已经知道它的这个眉毛跟山根连接的这个基础的线在哪了，就可以继续画眉毛了。所以就还是刚才那个刷子，这个地方像这样连接过来，包括这个地方，把这个明暗交接线的稍微的强调一下。眉毛的刷子嘛，一般都是要这种比较毛发剪得非常齐、非常干净，也比较硬，在这种状态下，你才可以好好的把这个形状画出来。之前那个胶有点开，然后眉毛又这样支出来了，所以我又补了一下，然后摁了摁。它现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前面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我先忘了那个是什么，重新再涂到这里一点。然后换随便找一支眼影笔就可以，眼影刷就可以了。我蘸取相近颜色的眼影粉，按时按在这儿，然后就可以继续上我需要的那个眉毛的颜色了。一戳可以戳进去的这个圈，然后它是顺着这个条线，应该顺着这里这样子上去的，所以从这里画一根线，然后慢慢的晕染。啊，它一直看起来是一种没有眉毛的，我怎么办？我眉毛这么重，我都把它粘上，它还这么重，你们就不能淡一点吗？就是因为这个眉毛这里，哎，它为什么粘不上啊？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谁会天天盯着我眉毛看啊？同样是阿丽达姆的刷子，然后它看起来好像钝钝的，就是圆头嘛，钝钝的。但是呢，它实际上超好用，朋克风摇滚女青年嘛，那就是黑色喽。
可以直接贴着那个上眼睑的部分，先稍微的画一层。大概睁着眼睛的状态，我可以知道我上面的眼影应该晕染到什么位置。我现在已经把位置标出来了，然后闭眼，晕染过去就可以了。眼头，他的那个眼睛啊，有一点那种感觉。他的眉毛是这样子的嘛，然后眼睛是有一点向下这样的，就是把这里稍微的多画一些，还有包括眼头前方这里多画一些，然后这里要少画一些。我已经画上了是吧？没关系，可以擦掉。刚才我的手机没有内存了，所以我传到电脑里面的时候又看我的眉毛不顺，所以我现在眉头那地方的眉毛全部都剪掉了，现在看起来就过渡的比较自然了吧。哦，画眼线呢有一个刷子特别牛逼来着，这个它本来就是因为说刷子出名，就是这把真的是很人性化呀。怎么说，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画眼线的时候不是这样画吗？那你对着镜子的话这样画，垂直的话是刷子的话啊，刷子这种笔不算，刷子的话你要垂直像这样子，手机像这样子挡到了，所以它这个刷子就是从上面支出来了一部分，这个支出来的这部分呢，就是你可以只看到那个刷头，就相当于是在这样画，你还是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你画在哪儿了。然后它的这个刷子头还是可以旋转的，就是根据你所想要，比如说你在往这边画的时候啊，它可以旋转到这个角度，然后这样画，这个角度，然后这样画。我没有入是因为我一直在用这种眼线液笔，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买这个，但是我还是会考虑入一个，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很帅。画到那眼睑上，然后我们继续回归到刚才说的那个刷子。这个刷子到底是在哪儿好用？虽然它是钝头的，但是它还是可以很精准，这就是它特别牛的地方，就它们的中间这里中间有一条亮子的部分，这就是表示这个人体的结构它是这样的这样子的嘛。然后这里是亮的，然后这里有个眼睛。那现在我们要画那个亮子的部分，它虽然说是一个这么钝的头，但是我去蘸取亮色的，它还是可以很精准的就在我想要的位置上提亮一下眉弓骨，很精确的。我说我想让它画在哪就画在哪的刷子，一般都是那种扁头啊，然后很就是像刚才那种画眉笔的那种刷子啊，非常那个毛剪的特别齐刷刷的，就那种刷子你在画眼影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脏，就相当于是几个涂层叠加在一起透明度不一样，然后就会出现和水泥的那种情况。这个虽然不是刷子，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很多毛嘛。噔噔，隆重介绍一下我的眼睫毛们，其实它就是化妆学院国家考试用的考试装备，那个假睫毛。这个睫毛戴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就是好像完整了很多？下面一个刷子也是修容的，然后也是刚才那个斜面的那个，然后他们俩其实是一个牌子，都是我化妆学院的那种产品，就是随便可以去找任意像这样子毛的刷子，就是摸起来会比较滑，毛与毛之间呢感觉好像他们之间关系不是很紧密。总而言之就是像这种软硬度是在中等这个样子的，然后没有特别软但是也没有特别硬。我在说什么？这个人物毕竟他原本是一个动漫人物嘛，他脸上没有那么多棱棱角角，然后尽量把脸感觉画的小一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地方也不需要打什么阴影之类的，就是差不多围绕着脸一圈。其实我还想介绍这个刷子，它是画腮红的，但是我今天这个妆里面没有腮红，我在手上试一下吧。哦，它是有一点点闪光的。我画腮红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像这样画，但是我是觉得因为平时的时候化完妆以后我是希望我的脸能看起来比较的有水分，所以我一般用腮红的时候都是像这样站着画，就是这样子找了一个比姨妈红要再稍微偏紫一点点的颜色，先大致涂一下，然后再用唇刷来把这个边抠一下，反正边缘要修整得很干净，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弧度，圆弧的那种感觉。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出门然后实在来不及了的话，就只能选一个的话，那肯定是画嘴巴。整个人气色最重要的，哦，我今天是要说刷子。唇刷这东西呢，我其实也这个、也不用推荐了，没有什么好不好用的，反正这个宽度还比较合适。有点不能理解那种扣个帽的，大家是很容易扣帽的时候把那个就呲着的那个毛就直接下去的话，那真的是有的那个刷子是伸缩的，还挺好。知道他们是好心，是为了让这个刷子上面沾的这些汤汤水水的不要沾到包里的其他地方嘛。但是也不能就……我的外卖来了。真的。好，现在这个妆就已经全部都画完了。然后呢，我现在打算搞一个跟它类似的发型。我还得把毛剃了，我刚才把这头发剃了，然后后来喷发胶，哇，那叫一个酸爽，还不错。薯条当烟是不是太粗了？我还是出去买烟。
我好像点反啊、哦，我点反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评论、收藏。哇，这个验证是跟我的八字实在是太不合了。